我能否烧化化验废物和垃圾？在 Fire Danger Period 期间不得进行烧化，除非持有书面许可证，并遵守该许可证上每一项条款要求。全程必须始终有人在场，并在离开前完全扑灭火苗。在 Total Fire Ban Days 那几天不得进行烧化，即便持有许可证也不行。严禁一切火源。如需进一步了解有关烧化及如何遵守相关规定，请浏览 cfa.vic.gov.au/languages。